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张宇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生存试炼二。还有，我刚才不小心把我仙族的删掉，所以我想我重玩一下好了。我重玩的会是神族，我想试看神族。好，不管，先玩生存试炼二。OK。至于为什么重来呢？我有看到有一个人留言，他说有些改版对后续有关卡的改变，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好吧。他说换就换嘛，换成怎么样？好吧，就换吧，没差，反正对后续有一些改变嘛。对，去挖木头。啊，对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手很奇怪？他把墙堵起来了，有堵吗？我记得这边不是可以到另外一边？哦，他把墙变成三格了。然后蜘蛛网跳不过去。啊，对，要不要看我新造型？新造型背后，前面，耶、yeah ！我又画了一个，我真的是从头到尾没事找蜘蛛。就是从我第一次接触画造型之后，画到成影。画到成影啦，怎么办啊？它下面有铺原本没有铺啊。对啊，我看一下。吼，他还在外面。OK。这样子可以过去吧？哇，我要看了一下规则，没什么变化。但我还是知道这个迷宫草海绵超难找的。我记得有箱子嘛，它好像都改了。还是有箱子，我竟然忘记有。看来这一次要跳关没有跳那么容易。他铁矿好像真多耶，我记得有那么多铁吗？挖了再说。再做一个。烧。对，我应该先把怪物的东西拿下来。OK， 去找箱子喽。这应该是给我酿造的吧？精力和
苹果食物根本不丑嘛，我还烤，烤什么烤？还有两块铁地。我是开什么模式？困难。好，我就有困难继续玩下去。不困难，没有挑战性。什么蜘蛛网清一清？看能不能都铁质物品，可以八个。看，我们来做一把铁剑，然后铁帽、铁镐先不要。OK。嗯。丢！继续挖，在迷宫的尽头应该就是我们的海绵了。或许这个迷宫根本没有尽头。舒爽。好，继续找我们的箱子。苹果、煤炭。线不拿。小丑鱼，你们不要，小丑鱼存着，小丑鱼太稀有了。把它养在水族箱里，放进去。也许我未该挖挖墙壁啊，墙壁好像会藏什么。就把墙壁打开来看看吧。还是可以跳关嘛？等一下，跳关跳太多蜘蛛网，不要。先用时间花，哼，我刚一看是陷阱箱，我吓到。我记得这神怪章会变换。中介珍珠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火把斧头不拿了，苦力怕的，拔掉。金地。这里还有很多很多蜘蛛网。哦，圆盾找到了，无法破坏。为什么这个要无法破坏？无法破坏是有什么用途？欸，它变成多三格欸。我记得原本不是多一格。有蜘蛛网。蜘蛛网讨厌，凡凡，金砖，哎，我记得原本没有金砖啊，那他这个改，好像改了许多。哎呀，走开！希望他改版是变简单，不是变难。要晚上了，快！收集资源，骨头、骨头、蜘蛛网、河豚，开！立即医疗药水，
还算不错一组啊，先还给你啊。哎咻，立即医疗药水。哎呦，僵尸声，放我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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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PK 啊，怕你哦。PK 啊，怕你哦。时间。啊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，啊啦哒啦，箱子。等一下，我该拿石剑的，石剑还给我。哎，没开过，石剑还给我，给我。好坏 ，OK， What？ 这里是哪里？地狱之心 ，Yes。地狱之心在这里，观众记住，观众记住，要的话请来这里找。海绵找不到，钻石找不到，地狱之心在一直往这边走的最角落。啊，鬼怕鬼怕鬼怕！呀，有鬼怕代表前面有神怪砖，不掉了。锁链帽蛋糕，那我做帽子干嘛？哎、欸，只有加五生命值哎、欸，戴起来。哎、欸，这里怎么没有杀死？挖进去吗？箱子应该都摆在最后面，所以挖最后面。海绵呢、欸？啊，这它好像变简单了，我记得这边没有那么简单。干虾啦！不客气，就收下了，就把一些不要的东西丢进去。我们就把沙子先留着。哎，血还在，棒！好，那找到一个海绵，那就还有两个海绵，找一下。这边是拿地狱之心的地方吗？往回走。哎呦！它掉落装备的几率好像也变低了，连这个都改的话很麻烦哎。哎呦，想爆！Yes。哎呦，你走开哦！一塊塊铁剑，又一把，送你啦！不对，不要送你，还我，好坏。木炭送，没有东西。
包、铁锭、牛排、剑石、剑士，我不要。哎呦，走开，走开！哎、欸，在这里好像不会回血，大家注意看，我宝石度满了，它并没有回血，这就证明了那个在这里这张地图只有医疗药水可以回血，所以要小心被打。OK。应该是改版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点，没关系，不妨碍我。苹果、叽叽呱啦、草，哎、欸，不是草，我没有说脏话哦。嗯，可以。时间丢掉了。哎呦！跳胡萝卜哎！挖掘加速，拿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空宝，一直过来，砍他，砍他！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！再生啊！生牛肉，啊，喝一下。我不知道防喷还在不在，防喷应该在吧。隐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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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隐身术，隐身术嗑药。我回来了嘛。这边啊，这边就有我挖生怪砖的痕迹。撤退，撤退，撤退！什么药快吃下去？呀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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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Come on！他们四十守卫那里，我就要突破这里。啊！被蜘蛛卡住。你哈，就你哈，胸甲。前面什么都没有，你守屁哟、哦！啊，这边看是可以。没有。真贱！不要这么贱好吗 ？OK， 三个海绵都有了，就只剩下钻石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变好简单了、哦，我马上就快要过了。都快要过了，这些东西算什么？全部都去刻掉。好，我们去找钻石吧。钻石应该也在某处，就是我们不是有在原本的那个影片之中，不是有被那个钻石砖阴到？就是那，应该是有类似的机关。因为地狱之心也有啊，没什么差别。饿了就吃啊，都可以吃。哎呦，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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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好，我们绕去其他地方，看会不会跳关。对，我们还做铁镐，算现场做一把。OK。我应该要去其他地方，我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一直逗留，像是鬼打墙。我们不可以鬼打墙。除了他还有送我一把铁剑嘛，尽情的消耗吧。哎，到处都是死路。这不是地狱之心的地方吗？为什么总是绕到地狱之心的地方啊？为什么我总是绕到地狱之心呢？钻石在哪里呀？钻石在哪里呀？钻石在哪里？我真的鬼打墙啦，怎么办？这里神怪砖没挖掉，代表我没有来过这里。不对，我来过。问这个洞怎么来的？走开！嘿咻！跳！这边不是又绕回地狱之心那里吗？这是地狱之心那里。钻石，钻石，我现在只需要，我现在只需要把铁斧而已，什么都不需要了。这是 bug 吗？大家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画面？完了，那个了，重整一下。还是一样，怎么办？算了，我拿钻石就好了。给他走、哦。我拿钻石，一切都是完美的。好，我现在一颗钻石了，现在还要找到两颗。越来越多水。现在还有两颗。两颗在哪里？铁镐换上杀手锏，直接吃牛肉。这边没有东西，四处找钻石。
跳关。啊，到边界。神怪钻了，懂。钻石应该也会在像那样的大箱子里面。不管什么箱子都要走。我现在只要把食物换下来就好了。人生只缺食物。不对。你自己放火烧的，吵死了！哦，那红石炼厂机太吵了，我去把它关掉一下。关，真关。Good， 干起来太好了，嘿嘿，给你造哦。哟，好恐怖，到处都烧起来。哟，到处都烧起来。OK。OK， 那我们就这箱子开过了，开过的箱子就跳关。跳关。没有挖过神怪砖，很好。挖掉。我再四处看一下。这边是火把，没有挖过神怪砖。走这里。算了，还是不要走这里好。现在还有一颗钻石，最后一个。这边有火把欸，哦哟，钻石啦！哎呦，没挖过神怪砖，再去四处探索一下。挖掉神怪砖是当作我有来过的证明。
钻石 ，yes， yes， 对了，回家喽，回家喽，一路撸回家，不管了，神怪钻石都不管了，一路撸回家。两颗钻石。不要。换上来，想怎样？啊！什么啊？突然放一个按钮，吓到！锁链啊，存起来！挖掘加速和一大堆的。boss， 一路嗨到完，丢，慢跑鞋很好，滚回家，走开。下去好，我走啦，有一直打，哎、欸、快到，哎、欸、我走，你还一直打，我走吧，啊，紧张哦，快到了，我知道这是哪里，我不知道。啊，再跳！再跳，再跳！我回来了，哎、欸！哈，临死过关！我要临死过这一个迷宫。三个海绵以及地狱之心收集完成 ，yes， 那我们就这张地图也完成了，蘑菇之城，蘑菇，蘑菇之城。好，我就来大概玩到40分好了，好吧，大概离40分剩下3分钟，有讲跟没讲一样。好，就先把基础打好。身上怎么插满了箭矢？石头里穴，不愧是蘑菇之城。哎呀，颠覆大家的眼光啦！1、2、3，
三二四。要16个，再挖一个，回去喽。回去喽。稿子。借。斧子。熔炉，哎呀，哦不，不开心，好多怪物，哎呦，哦，好痛，有没有防喷啊？我去测试一下。哟，谁要来打仙刃多姿的我？有。测试完毕，有，就尽情的发威吧。穿着一身如同唱歌人的衣服，在里面杀怪物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身上没火吧？疯狂的向前冲，不知冲到何时何地。只能继续冲，奥利！我停下来，我就用一个木炭，不是一个木炭，很多木炭，很多木炭，要很多。啊，还打雷耶！哇！我们小江猪，我们来做铲子好了。可是我少一块石头哎、欸。有小僵尸珍怪砖，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只小僵尸。没有苦力怕珍怪砖，因为是太贱了。一块两。No， 怎么那么多只？哪里啊？烦嘞！来打我了！不要，大哥不要再打了，要死呀！武功，哎，打不到！哦，教练他开挂。打到了哈！是，想在我面前开挂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哎，哦，可恨的苦力怕，贱人！啊，时间差不多也到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喽，拜拜。